今天给仔仔们做一个加餐，这个是来我家第一次吃糊糊。首先是我们的营养糊，两勺，然后是荞麦一勺，也是拌糊糊必备啊。羊奶粉也别忘了加，提高适口性。奶香奶香的他们会更喜欢吃。再放点小麦胚芽。对了，今天圣诞节，你们有没有去哪里玩呀？我昨天就看到重庆解放碑，都有警察在巡逻了，我就没去凑热闹。好了，加水搅拌一下，然后就合成了这个样子。虽然不好看，但是闻起来很香哦。接下来就是试吃环节了，有请咱家的仔仔，吃的超级香，简直就是糖手神器啊！你们看他的嘴巴吧唧吧唧的。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过几天我们家还会再来一个仔仔，有一个鼠子后，你就会忍不住养更多仔仔。你们也是这样吗？那今天的小加餐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